Hello guys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。所以今天呢，还是一样要做汽车追寻，来看一下今天的任务。一次飞行十秒，用飞机，又是一个 legendary quest， 很好，我就在这里玩了。所以是一次飞行嘛，十秒。OK， 这边正常飞行的话就只有八秒这样子。要飞十秒的话，就要再跳多一个这个坡，9.1秒。不行哎，会落到别的车上面。所以这里的话也是可以试一下看，就是用涡轮增压。继续起飞。Nope. 希望这次它可以撑久一点。Oh, nice. 就知道这种方法可行，所以到最后我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完成的。所以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